你给我找一个最能干的导游。呀，眼镜！完了，这彻底都看不见了。我是阿梅的朋友。都几点了，阿梅？你是莫叔叔吧？文德，这是电影里刘三姐和阿牛哥定情的地方。你为什么要抬我？这很好玩呀、啊。阿梅，我人家是个相亲的。相亲的？相亲？丢香包？我差点就做了这里的压寨先生了。他是在国外长大的，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这少数民族的妹仔呢？阿燕，主持人是阿燕早就送给我的，怎么在你手里？我再不相信你的鬼话了。刘甜甜，你把事全搞砸了。一定是我爷爷在背后指使的。Hello， 他长得很像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我喜欢过的一个女孩。我要去宜州看我阿爸阿妈。是阿美，不过他喜欢的是顶替你的假阿美。他会唱山歌。